头，我来会你。我就是在等你啊。什么意思？这蠢材竟然离开了主公。啊，此话怎讲？不，莫非这就是袁绍的人头？死得不漂亮啊。杀掉了自己的养父丁原，我看主公，你这是养虎为患。义父，这人是？一个本该死去的人，先假扮我军刺杀袁绍，再送来袁绍的假人头。只要我稍有疏忽，这人便可趁机发难挟持我。这一仗，袁绍便可反败为胜。能在败局之中谋划出此等计谋的人，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袁方吧。